随着破碎日面版本的更新，关于周年庆的各种信息都活跃了起来。那这几天就不停有人给我来看这个舅舅那个舅舅，一个图的水印就搁那里叠 buff 了，贴吧微博啥的全沾了一遍。咱先不说啊，一两个月前官方才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追责，就现在这个情况吧，他就属于是抓到一个可以实锤的点，然后无限制展开。还有看到甲丙信以为真的啊，不管是哪个座还是哪个车啊，都只能说有趣。情报一经传播，其价值就将削减，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可以之后再论，但是我还是要说，有些信息私底下传播不是不行，但摆到牌面上来那并不太合适，好歹替你朋友工作啊，想一想是不是。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本身信息就不保证，又何必不给自己的论述前加个猜测的 tag 呢？我思考了一下之前犯过的错误，觉得确实是这个道理，得道歉。网络没有自净系统，最不缺的就是垃圾，消息不保真，说错了话，那后面垃圾找上门啊，就蛮麻烦的。所以类似的消息还是也就啊小范围聊一聊差不多得了，其实最好是无泄露无传播。而且我回到关于情报价值的问述上，这些就是党的话具有实际的价值吗？或者说什么样的信息具有价值？我觉得大部分其实是关于干员的强度问题，像易客山那种级别的泄露事件，他的信息传播就提前让一部分玩家安排好了自己的抽卡计划，也导致了运营上的一些灾难。如果说你提早半年知道了两个限定干员的巨大强度差距，那就会导致其中一个池子被放弃，另外一个池子也会因为资源囤积而受到影响，这也是游戏公司需要去严厉遏制的理由。与舅舅党消息不同的是，解包信息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也不完全是真的，里面也不乏有一些尚处于计划中的已经变成废案的，或者说是仅仅开个玩笑的信息。比如去年就有戒律者安杰丽娜的代码，现在连个影子都看不见。再早点追溯到刚开服后的两三个版本，那个时候解包文件里就有金三的图标文件，按照现在文件的运营逻辑估计也是遥遥无期。就现在这个环境啊，对解包的态度也不是很好，本身处在灰色地带的反编译其实也不适宜传播。虽然某种意义上我一直是坚持知道更多会给自己留更多选择的那种人，所以我对于保留可信的渠道来获取保真的信息啊，并没有啥抵触心理。但有些话能不能说，该不该说，包括它本身是否属实，这个事儿我犯过错误，其实确实得先拎清楚。而且也是有一部分玩家喜欢所谓的神秘感的，就像大家都不喜欢剧透一样，有这种思维的玩家可能抵触情绪更大。舅舅党并不是散布不实信息的挡箭牌，这种行为更像是去消解原始信息的价值。目前可以确定的就只有三周年的活动主题已经确定是深海线内容啊，而且与格雷迪亚在覆巢之下剧情最后提到的伊比利亚黄金舰队有关。这个消息是从哪来的呢？4月14 B 站开了新的创作者应援计划，这次一口气开到了5月30，横跨了主线第十章和三周年，应该是基于控制成本的需求做的活动设计。在开创了破碎日冕生日创作派的两个特殊赛道的基础上，给三周年预留了一个5月1日开放的特殊赛道。不巧的是，这个赛道在最开始是暴露底图的，一艘金色的船只搁浅在灰暗的海岸，而初始的大背景底图也是配文三个大字愚人号。关于这个词啊，可以自行百度愚人船，但是除此之外什么男六星陪跑啊，一格幽灵杀的言论可信度请自行把握。所以咱们离直播也就几天了，可以等一等。三连解锁自助一棒子敲昆服务，帮你光速快进到4月23日。